原来看似活泼可爱的韩寒才是真正的吃货达人。就在昨晚，韩寒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那从头吃到尾，走势还要再带点，甚至就连异性同事吃过的流之宽粉也要一扫而空的韩寒，简直把吃货演绎的淋漓尽致。当带货流之宽粉时，刚从狼吞虎咽的助理大哥手中抢过来的小杨哥突然想到，韩寒还没吃啊？吃的，这是他吃过你吃吗？吃啊，吃来吧。哎，你干嘛？吃不够啊？够了，这还不够啊？啊？你今天吃一天了，喜康啊？那我在长身体，有道理。兄弟看啊，零脂肪的粉饼，溜汁宽粉，味道真的是非常好吃啊！两袋就16.9，吃完了，非常好吃。嗯，我长身体。这是红油的，对不对？再给兄弟们来麻酱，今天想喝，10块。39.9，上车！39.9即可到手这款璞玉流汁宽粉时代，其中有红油和麻酱两种口味可以选择。假如你和韩寒一样是位吃货，那趁现在活动有货，赶快安排吧。小杨哥与美女品牌方互动，在大杨哥一声声欢呼声中，逐渐迷失自我的小杨哥，当被小杨嫂抓包的瞬间，简直笑不活了。Round one， 当带货单肩包与美女品牌方角色扮演情侣时，第一次被抓包。我走。女朋友吗？嗯，你不是人家男朋友吗？女朋友怎么跑了？他女朋友在那儿。滚！见到如此尴尬的气氛，于是，一旁的大杨哥决定用一首歌来缓解下气氛。曾是你陪我度过。你放什么歌呢？你放的什么歌呀？回心转意。放到一半时的大杨哥又突然灵光乍现。你放什么歌呀？你呀、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你放这歌？你搞什么呢？你这什么情况？华哥，当小杨哥为表达歉意给媳妇送包时，为了制造点浪漫场景，小杨哥让大杨哥给放首音乐，于是我放首歌，我放首歌，放首歌。你干什么呀？在这么幸福的时候，你这真是服了。别笑！哎，这就因为鼻子蹭红了。那先生，啊，我这个我跟我媳妇去亲热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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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吗？当带货投影仪测试其投影效果时，第二次被抓包。他要转圈了，不用啊！这个我认识啊。如果这是你女朋友，你晚上会几点回家？不回家了。个老六，我真看看看看看，你放啥呀？人家喜欢看美女，看美女，我不看。哎，这可以照到我的脸上吗？让我弟对着我脸看。人才。Round three， 当带货面膜时看到品牌方会跳舞，突然想教品牌方跳舞时，第三次被抓包。你今天晚上被我逮了三次。没有，我打报告。刚才那个他那个老妹给他系那个围裙，系你。乔妹做客小黄直播间学习带货，一上来就差点把小杨哥整破产。一番操作下来，小杨哥直接建议小黄两人成立一个组合，简直太搞笑了。搞组合直接就是开播就封号，双封组合。一直想带货，他一直没带。今天让你感受一下，就这个介绍一下。决定给予机会的小杨哥万万是没想到，差点把自己整破产。兄弟们，是我们自己的牌子，小杨之选，80头，9.9。啊，这是9.9。
乔妹加油。哎，我感觉这小黄的粉丝非常喜欢乔妹，嗯，是吧？当看到兄弟们的，乔妹，照你这样，你也不能直播哎。看小黄跳舞的时候，我带点纸，哭了，啊。这是小安甄选的这个纸巾啊，一张是四张，还有压边工艺啊，四张，让你们花便宜的钱买到好东西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个理念，好东西用得起，39.20元上车，潘金子印上桃妹的头像我就买。你看你的粉丝喜欢到你喜欢到什么程度了，一个字，绝。今晚大杨嫂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当带货麻辣龙虾尾的时候，疼爱媳妇的大杨哥不停地给媳妇包着虾尾，而不知情的小杨哥为整蛊大杨哥，竟把进口虾尾悄悄放进了大杨哥的碗里。当大杨哥叫来媳妇品尝的时候，这可把一旁的小杨哥吓坏了，那真的是拦都拦不住，简直太搞笑了。不能来气，妈怂了，听我的吧，听我的。对，你怎么了你？不是我你是？这么看啊，我媳妇肯定不容易想我。连进口的是少量，他们不说进口的呗。进口的，你问我媳妇嫌弃吗？对啊，你不能真，不能这么整。我一直不想，我们去不介绍一下啊，介绍一下，介绍一下再吃好吧。强哥今天，别人都是卖七盒的吧？涵涵，有遇到涵涵是吧？今天小杨哥又卖龙虾尾了，七盒，八盒啊，99.6元，怎么不知道八盒啊？99.6元八盒。不知情的大杨哥不停地要喂食媳妇，这可让小杨哥心惊胆战的一直拦，最后不得已的小杨哥竟不顾一切的抢食了起来。你搞什么你的？哎。我要来呀，就是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就是大家做，看，像放冷藏解冻了之后再去煮，就放在锅里面直接烧，不要放水，什么料都不要加。现在头已经去了，它是尾巴，它就一个尾巴。吴中最麻辣虾尾，99.6元到手八盒，夏天就要到了，喜欢吃虾尾的兄弟们，趁现在活动，赶快安排。我看你说腿真长。小杨哥带货鲨鱼瑜伽我动苦，不但请来温柔甜美的乔妹来试穿，在兄弟们不断的要求下，就连活泼可爱的韩寒也体验了一把，最后甚至有网友要求小黄也来穿一下，不得已的小杨哥只好叫来小黄，至此小黄金刚芭比彻底上线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eat有的瑜伽裤他就在那蹦啊蹦，鼻掉下来了啊，他这个就鼻掉。小黄怎么一露出来就提示了，怎么搞的？由于小黄的特殊性，这个测试我们就不一一展示了，但是最后小杨哥砍下来的价格着实又让大家吃惊了一把。棉麻纱的鲨鱼瑜伽果冻裤，这是3D立体剪裁啊，非常好的提臀效果啊。乔妹刚才看到这个品牌的时候，我说你感觉这是多少钱，因为她买过，你说多少钱，你当时说的多少钱，她说200多，我把价格说出来，她吓了一跳，109。今天在想个直播间多少？49，上车。这个裤脚你看有这几个杠，就是可以剪。好了，你自己可以剪。来来来